我会把你当作我亲生儿子一起生活吗？青子，他成了上千亿遗产的继承人，活得差不多就应该死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啊？要把脱逃时候的状况一五一十照实说出来。到了南边之后一定要找到我爸。你的祖父现在还活着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我的爷爷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吹吧微风。